正常，耶、yeah! ！烦呢，可是我刚刚好像累积起来的，可是虽然那个排行榜没有，就是那排行榜还在，可是就是，哎呀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好烦啊！我刚刚讲的话大家都没有听到，让我再重讲一次。刚刚怎么？我不知道，刚刚他突然说我断线，可是我明明就还连着，然后结果他就断线，然后我就超想唱揍人的。气死我！为什么那么衰啊？每次这种大好时机的时候突然断线，快气死！啊，我叫升级。晚安。我好难过，对，我现在需要你们安慰。我刚刚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热度，直接掉光光，超难过。对啊，刚刚好不容易搭到观台，然后现在送我一个人，然后结果现在断线了，差点没打死我自己。谢谢秦德的偷偷喜欢你，抓，对，抓住他。对啊，这个贴直接，好，直接把我脸挡住了。啊。课长光明正大喜欢你，非常 OK， 非常可以，谢谢小爱的 Love You， 回来了，对，谢谢大家回来，我刚差点紧张到捏枕头，差点紧张到变成有女，哦对，然后你知道就是最近我们玩一个游戏，你知道极速领域吗？就是我最近被杰星他们推坑去玩那个。就他们就不知道怎么那群小朋友最近都很喜欢玩的，然后我就玩那个，一定是需要加值，需要氪，然后我就超想氪金的，就是我只要看到有氪金的玩家，我就一定要超过他。热度不是有人加进来就会变多嘛，就是人多热度就会变高嘛。哎呦，差点踢到我的，好不好？差点踢到我的花絮，氪金氪起来，幸好我有慈母观音，笑死。看啥啊？什么？可以说关于出去的事情吗？我们是不是有两个没有单独出去过？哎，上位。我以为今天没看，不会的，我会想办法救回来的。这样会变成石油王课长。我跟雨露其实出去的次数没有很多。上一位是阿潘啊？哎，阿潘吗？对啊，上一位是阿潘。哎、谢谢子阳的蜂蜜柠檬水，谢谢，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们。对啊，到底要怎么钓别人啊？现在也在学习这件事情，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，就是钓别人。就是要鱼肉是怎么钓你们的、啊？阿胖好像讲过，对啊，两个宅女两对。对啊，雨露是怎么钓？雨露都是怎么钓你们的、啊？你可以分享一下。我需要多一点偶像的阿屁，是阿屁吗？不是吧？害羞反应掉了，好吧，这个有点难。拿钓竿，用雨露声线。啊，你是说这个吗？嗯，做得很好呢。怕爆。比如直接把脸贴到镜头，卖萌。你说像这样，挑眉，挑眉，傻眼，太难了吧？羞耻告白，喜欢你们，喜欢你们，好害羞，用眼神叫别人，接着自己娇羞，啊，好害羞，好难啊，没法好游戏，傻眼。小心美，如果告白是真的羞耻告白，就说最喜欢你们了，嗯，最喜欢大家了。我觉得用眉毛我就会笑场，看里面吗？可以抛带给你，可以啊，不然你用解心道吧，解心道唱歌吊人，是吗？那你们想听什么？
你们想听什么？我想想怎么可以唱，唱个几句一两句这样子。叭叭啦叭叭叭叭，你的完全就是兄弟的感觉，这样朋友跟朋友之间也是可以有这种关系的。对，单一粉丝告白，一个一个告白，不能同一个很多。我你会挑眉，你说单边吗？可左边没有办法，左边我会颜面神经失调。左边看起来像颜面神经失调，右边比较好。突然讲情话，不知道也不知道拉人入帮派样怎么这样？为什么这么好笑？好恐怖，好像老流氓。蒙台词，大好き，傻眼，不行，我觉得超羞耻，我要出去镜头外面。谢谢枫叶。想说可以唱什么？不能自己笑场啊，不行啊，很难呢。傲娇是告白，哼，才蛮喜欢你们呢。不笑场才加20分，好，不能让我有超羞耻就快成功了。傻浪嘿哟那个，傻浪嘿哟，你说，傻浪嘿哟，我是要歌名，不然我有点转不过来。哼，我才不喜欢你了，只是看你都没人送你，谁才送呢？觉得害羞的时候，还是留在镜头就有机会呢。真的有羞耻度才能呈现啊！查一下，有没有什么适合的？好，吊人的话，等一下。网络怪怪的，好，差点讲恐怖话。想要讲什么？我要吊人啊！等我一下。吊人的话，撞到椅子超痛的。他说：“等我，你知道如何吊人啊？每日头条。”对啊，明年我要找京剧。算了，吊人可以开拖吊车，是怎样？我也是睡觉，晚安，晚安。那怎么吊人呢？哇，哇，怕我颜面神经失调，先遮住脸。这种扎眼泪也蛮难，就这样，不是，扎眼太那个，扎眼太难了。Wink 有点困难，我也。颜面神经失调，只是我闭右眼的时候，左眼会闭。这次也是。如果你的前任女友跟现任女友都掉到水里，你要救哪一个？哦，撩人的话吧，应该要查这样撩人，撩人语录。他是写那个语录，不是那个语录。他说。孔子、孟子、老子，你知道你最适合什么子吗？我的妻子，耶、yeah ！他的名言太好笑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如果你大婆跟小婆掉到水里，这是冷笑话吧？这根本就不是撩人啊！他说：“刚刚地震了吗？没有吗？那为什么看到你，我心头一震？这不行。”他说：“这是手心，哎、欸，他说这是手心，这是笔心，然后你是我的小甜心。”傻眼，啊，太困难了，这个太差，对呀、啊，这什么语录有个烂的，你这个超坏。他说：“你的存在感就像空气一样，然后。”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。好，要有一点间断。
嗯，你看起来最好笑。他说你看起来好像老婆婆啊，不好意思，多说了一个字，多说了一个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他说你知道你和星星有什么区别吗？星星在天上，你在我心里。好，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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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何？请来点一到五分打个分数吧，来吧。差点把水打翻。一是怎样？好，那我们当一是最高分。只是镜头不知道感觉。你说，你知道你跟星星有什么差别吗？天上，哎，星星在天上，你在我的心里。嗯，嗯，3.13.14。再来一份88。可是他很多人在笑话。嗯，他说见到你之后我想成为一种人，然后你妈问我什么人，见到你之后我想成为一种人，什么人？你的人。嗯嗯嗯嗯嗯嗯嗯，对，你的人，想要成为你的人。哦、oh, 为什么爱子只会一个哦、oh, 超受伤。心上人，好哟，太困难了吧？豆皮疙瘩，如果有人追你，我就绊倒他，超过分。好不，我直接被冰大据点 ，so sad， 自暴自弃。哥哥哥哥，打雷闪电人家会怕，可以留下来陪我吗？是不是在偷看？你是捕鱼路的党好吗？太难了，小雨路就靠冰大了 ，so sad， 不行，这真的太难了。上一次这么爱你之前，还是一秒之前，冰大也出题，好出都出。就是你讲过了，天哪，救救我！来看，嗯，我有点害怕你，害怕你会偷走我的心。哦，科长应该比较适合，别怕，我保护你，这样子吧。真假，嗯，哦，这不错。如果氪金是一种游戏，那我跟你一起玩到下辈子。不用就要练习撩人，科长我保护你。好，那这样保护我，应该是我来保护你。那这样我保护你。如果你的前任女友跟你的现任女友掉到水里，我可以当你的下任女友吗？这感觉有点八点档。卡机车快笑死，卡爆，不行，被你偷笑。好，需要博音保护。好，保都保，保护，保护。感觉真的需要上课，对，我需要上撩人课。我快怕爆。我需要上语录的撩人课，对，我需要请他教我要如何正确的撩人，这有点困难。对啊，这是网络上面教的什么新2018最新撩人语录。最新撩人套路就全部都是
根本就是根本都不会，感觉就是不会撩到人吗？如果有人对我讲这句话，我一定会觉得他很像白痴。就是他对我说什么，然后有一句超好笑的，他说，这个他说，你的存在感就跟空气一样。他然后就是对方要说为什么，对方要说真的吗？然后他就要接说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。可我觉得第一句超伤人，就是如果他没有问后续的话，超伤人的。你的存在感就跟空气一样，不用赶紧走，彩姐帅气路线比较适合，真的吗？可是帅有帅的撩人法，撩的不是长根就是龙宗。我感觉要先让自己害羞，不然我讲这种话我就已经够 ，Oh my god， 超难。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撩到别人呢？这一直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。船长的风格可以参考，就是你说要当 Yosolo 吗？我现在就是要自禅修，然后当 Yosolo。我刚才撩人语录还惨遭据点 ，so sad。看一下歌。柏林，我可以牵你的手刻一辈子的金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可以牵到下辈子。对，我们可以一起刻金刻到下辈子。他们绵绵，他在给随口编的东西出来。对啊，他编的东西都很小仙女。哇，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厉害？趴爆！阿六晚上好。阿六，你旁边那个草是大马是插马吗？还是神奇杂草符号？哦，微微，你是说，微微，你们说船长是 Yosolo？ 看太多 Love Live 了，怕爆。晚安，一来就来聊，我们现在在努力学习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。这是撩人台吗？还没有到这种等级。不知道，看起来正像香菜就选了，坏爆，深夜台怕爆。一个表情撩到跑，对啊，他真的很厉害，傻眼，真的好难学哦。不用，可以坐在你旁边坐一辈子的卡吉车吗？为什么是卡吉车？是之前杰星的那个吗？笑死！谢谢水瓶黄金圣斗士的枫叶，那个头贴是那个吗？对啊，这是手滑哥，手滑哥为什么名字换成这样子？谢谢手滑哥枫叶，好了，不记得你啦，谢谢冰大饶了我，我可以跟你吃一辈子的豆皮。对啊，想跟柏林一起玩游戏，玩到天荒地老是最简单的日常幸福，对啊，愿意跟我后半辈，愿意献出你的后半辈子，跟我一辈子一起打电动吗？对，很多。我看很多日本人告白都会这样子，就是告白完都会把手伸出来，然后就是如果对方有握就表示成功，啊没握就失败。好，不要，不可以！哎，你刚才讲好不能拒绝我的，可以给我一个承诺，永远的把你的二 P 交给我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让我当一 P 都可以，我最喜欢当一 P 了，我喜欢当主导者。好不敷衍不行，我是手滑哥的朋友是吗？可是这不是哪有，可是那个头贴跟手滑哥一样，我要回希腊了，怕爆。黄金圣斗士星矢笑死 EPA 重点，对，超想当不行，手滑哥不可以去希腊，回来我就是你的希腊，这里就是你的希腊，留着吧，圣斗士留着吧，对啊，当 EP 很重要。如果你是 ADC， 我愿意用你当你的，我愿意用你当你的 support 保护你。好，可以，这很可以。可是虽然我 P
平常都是我在用，我平常都在，我平常都在当support。咦，这个有玩游戏只有一人，那我拆也要把它拆成两人，我们可以共用一个手把，这样更棒。对，我们可以共用一个电玩的手把，就是两个人用一只手把，可是配合要配合很好。西亚那个好像还行，真的吗？开始走在轨路，开始走在轨道上了。哟吼，你是稀饭不是稀拉？冷笑话吗？今天柏林开到点，现在到12点，12点，稀饭稀拉，傻傻搞不清楚，笑死！这里就是稀拉，不是因为我稀饭你啊？哎，爱死还蛮厉害的，因为我喜欢你呀。如果你是杜美心，我愿意永远让你的何老师指引你，不要，好恐怖。母汤，对，这真的，这真的有点母汤。哇，共用手把，这点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共用手把感觉很赞哦。就是共用手把，两个人玩一只手把这样子。可是我要当右手，因为我右撇子。如果我们一起玩《三国无双》，没有人能够伤到你。好的，非常可以。赢得小青蛙图案，我先念那个好了，排行，不然等下又消失了。等下消失，我会对不起在场各位。好，开始念。好，第一名是秦德，谢谢秦德。耶、yeah, ，你愿意成为小青蛙让我养吗？耶、yeah ，笑死，超懒的撩人。第二名是子阳，谢谢子阳，谢谢。然后他刚不是前面有个撩人的那个金句吗？他说孔子、孟子、老子，你最适合当什么子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子阳，这可以吗？好好笑。第三个韦哲可以想什么？小熊，你愿意永远成为我你愿意永远成为我的不行，那我想不到。愿意永成为小熊，永远住在我心里面吗？超难的、啊，不行，这个很羞耻。我真的觉得我会笑死。谢谢综合喵喵，然后谢谢手滑哥，谢谢泡泡520，谢谢泡泡1011，然后谢谢雷吉，然后谢谢就是不想让你念名字，谢谢庸哥，耶、yeah!。笑死，超难，我心超累，我刚刚直接想到，他把我山寨柏林，我是手滑柏林熊，为什么要把我博打错？不可以，这不由。你已经打错，就是全班同学都把我的名字打错，那个博，这是柏林的地雷字。我们玩传说，愿意当辅助宝。保好饱满你，可以，我可以当射手，然后保护你这样子，因为我射手玩的还蛮厉害的。我山寨，别这样怕爆，耍个酷一的，直接变柏林熊，因为你如果用原来那个字，人家就会去查到别的熊。山寨要故意打错，看一排乌米飞过去，真的吗？哪里？我也要看。我们一起玩同文字 D， 我愿意与你坠入爱河。你是说弯不过去填海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填海。放歌哦，就放这首，这个歌真的很好听。百灵熊，对啊，你知道我的广东话念我的名字真的是怕灵吗？这是真的是怕。找在找歌词。歌词不见了。どこどこじゃつまんない。すべてがゼロが。好き嫌い。楽しみましょう。凄美的爱情故事。我是拍零，后面怎么念啊？明天早上雨露台。哦，好健康的台。キ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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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かしてる。
明日もなくしても未来がなくなりてわけじゃない失う。あ、唱错、尴尬。おいでよこの夢となれ愛しきる、それが私の確かみ。天哪、突然又有别人的，又有别人火箭飞到我脸上，啪爆！刻出位置，真的吗？我是觉得，如果我刻出位置，我真的会直接吓死，直接炸在我脸上。应该多跟于真台学习，好好听，谢谢。期待，期期待，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，超喜欢这首。ことより，这是哪个？嫌い好き嫌い難しいでしょ探り合うなんて面白い。一直飞我怕吧，那我就唱歌。さま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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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傷つくことも悪くはないさ、運じゃなきゃ生きてるって言えない、生きしてるただそれだけ、裏切ることに慣れすぎた世界さ、おいでよこの夢止まれ信じきる、それが私の確かみ。看我耍个反击了，怕爆！那刚刚直接根本就是直接二战，直接陨石坠落，直接菌菇状核弹。我这边太高了。疫病の神、よく復讐できるじゃらしい。我们还可以多看十分钟。我就想手滑哥来怕爆，手滑柏林熊，我直接被倒，直接被倒。江雨露，真男人，哎、欸，他现在是倒我的状态，你还说他是真男人？我现在变成我也是真男人，光听声音真男人。好的，赶快出来见客，好不好？人家PO娱乐影片给我，好啊，PO都PO。这不然还没见过火箭，这种东西在这边应该是不会遇到的，怕爆！哎、欸，那个很贵，就怕爆！一次发射十支到底多有钱啊？三个一喝牛奶可以是怎样？你们的爱我扛，对，你们的爱我扛。一路上可爱，可是非常致命，致命的，它是包着糖衣的毒药，这样讲吗？才十二万，好，才十二万，不行，十二万好恐怖，十二万五千元，实在十二万，才十二万啊！啊，我没钱，十二万是多少个人？看什么歌啊？最近适合唱的，嗯，大家最近都喜欢唱初日，发现看一下。而且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样子，十万母汤啊，对，真的母汤，只有手滑哥才能一直射火箭，怕爆，他真的是科长的
课长之课长，我有10万就可以握你400张了。400张，这样是多少？好像差不多哎，怕爆400张。那个120万。耍哥是 NASA 的人，不能认怕吧。嗯哼哼，一人だけ踊れずに。果然是柏林 ，so sad。笑死！如果那么多钱，我才帮你们开鸡蛋。怕爆！400张，一张，如果一张算这样，400张可以握很久。如果一次用完可以握很久，那这个时候就要想很多话题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，就是握着就，因为我听过很多很厉害的前辈，就是有些粉丝会一次握快一个小时，然后就是要连续握着，然后就要一直跟粉丝讲话，然后一个小时就。哇，一个小时的话题耶，很难想。握柏林，但是握那么久应该会热死。上次握觉得柏林手热，真的吗？手很热吗？自己感觉还好。会不会就是狂流手汗这样子？就是如果握很热，然后握一个小时会狂流手汗。Oh my god！ 然后直接蒸汽。大家数学都很好。热的热情都凝结在手里嘛，然后现场直接蒸汽四散这样子。我连讲5分钟的话题都没有，对啊，我们觉得就是当场突然想好的话有点困难，所以我通常都是先帮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先帮大家想一下，就是开头第一个至少应该都是我先讲。不会手握很大力，有吗？会很大力，我觉得很正常的力道啊，会很大力吗？会很大力吗？不然要多轻，但我很怕，就不要把你们手指头捏断，我直接捏断你们手骨，然后我直接被关起来，直接当总统，可以试试看屈臣氏的市长。所以跳跳跳，对啊，我跟他掌握手势，然后两个一直跳跳跳，然后一直在讲话，然后就很嗨，然后一边跳一边握，我就觉得超好笑。怕爆！偶像伤害粉丝，新闻快报。我觉得特别大力，但我很喜欢那个力道。你就讲好像在马杀鸡一样，就是手部按摩。没握过伯乐，无从比较。下次可以来啊，下次可以来握我。对啊，我们上次隔了一道墙而已。我跟小可爱一直跳，对、啊，我们就边跳边握。然后课长类是握爆裂。上次去日本找抹茶也是一跳，是拿奖，那应该是拿奖爱跳嘛，拿奖不管握谁都一直跳，笑爆！可以握看，握一波喽，握爆几分了？下次也要一直跳，好啊，就是跳一波，然后我们直接跳到就是我们要跳跟那个勇往直前的舞蹈一样高，怕爆！可已经不准谁退却，然后就一直跳，要那么高，我们要跳到那么高。怕爆！就要去拜拜，马吉迪斯卡晚安。握力排行前3名，深深可以握爆粉丝，第1名直接粉碎性骨折，就是去握他都要有那种心理准备这样子。来啊，我不怕，好，全部一起跳，全部跳起来。退钱，我握都没有跳，下次握的时候跳一波，对，然后就是看你要跳多高，你可以指定高度。虚假心愿，就要还愿，不要好恐怖，怕爆。我摸的时候可以，我摸的时候可以就是极力弹跳，边握边唱离开地球表面，怕爆。许下心愿，一起跳高高，可能会地震。对，然后就是发现我那一列人一直在弹跳，就是马里奥跳，你知道那个马里奥跳吗？
就是跳起来，然后手要这样子。如果是沃柏林，我可能不会害羞，真假的？因为我这个不一定哦，因为我遇过那个，我遇过就是那种有粉丝问我，然后就是都不讲，就不太敢讲话。就是那一次握手会，然后就有粉丝问我，然后不太敢讲话，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话，可是他就有点，就有点，就是没讲什么话这样子。比较猴子海豚不会啊，就是一直飞过来，直接大核弹，直接爆炸，怕爆。第三次世界大战。新闻快报：女团团员破跳高纪录，成员宣称多亏握手会训练有方，怕爆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就是游泳之前不是有个动作，就是要跳很高这样子，就是可已经不准谁退圈那边，然后就跳超高。对啊，那个地方应该可以训练我这个，可以训练我握手会跳高。有啊，我都很害羞，不敢讲话。那我跟手滑哥聊蛮多的吧？我记得我跟手滑哥讲蛮多的，就是。一阵子手滑哥的，好像第一个时候是讲什么？讲上次，哎，是讲上次，握手会是讲上次见面会的事情吗？还是是讲上次？不要说我很害羞，好。握阿潘十二张握到整个不知道是害羞还是爽，怕爆。阿潘很会讲话，阿潘的话题很多。对见面会，华哥少来。那长跟我聊蛮也聊蛮多，就我们是哎，那长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？反正就是蛮前面的时候就先来，然后那时候聊的时候我们就狂跳，然后狂讲啊，终于见到你了，这样耶这样子。越特殊会越紧张，正常啊，都是这样子吧。就是我如果之后有机会去握我婆的话，我应该会很紧张。可是就是我婆是声优，所以她不会开，她应该不会开握手会。说起来，然后握手会你们知道超多，连我的生日都知道，真假的怕爆。我不知道第几个，我只知道狂跳，对，我们一直狂跳。不知道为什么应该听不到我跟潘颖吵架吗？真的吗？真的有跟潘颖吵架吗？跟柏林我很舒服，是怎样？是谈话舒服吗？他有在也是脑袋宕机，对，我叫折工的那个头贴，对，折工的头贴，又爹又加前辈，我说聊天感觉，对啊，我连我喜欢 L 友都知道怕爆，好，哇。然后吵架超好笑，从最后面听到是在吵什么？好奇吵架内容。我那天一直找话题，太感激了。对啊，就要想着多找一点话题。我就跟潘怡长语录，我难怪会吵起来。打哈欠。就看到抹茶不会紧张，真的哦。一进去我就被嘉义王生日快乐，反正他不认识我，不会吧？嘉义王是好孩子，对，嘉义王真的是好孩子，他竟然还记住你们的生日，对，他也都记住我的生日，我也很感谢。还像我家巷口早餐店的妹妹聊天是怎样？你说帅哥今天要吃什么这样子吗？哎，然后早餐店的阿姨都会叫我们帅哥跟美女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就是还蛮好笑，就是他每次只要喊帅哥，然后就很多人都会回头，就觉得很白痴。打哈欠，对啊，差不多要关了。日本成员蛮多要自己想话题，可是我很好奇，就是你们去握日本成员的时候，第一句会讲什么？会讲说自己是台湾人吗？会先强调自己是台湾人吗？因为感觉就是你不觉得就是海外，因为海外的粉丝都是很辛苦，就是大老远跑过来嘛。然后就是通常如果你特别讲自己是海外的粉丝，搞不好就是你受到的对应会更好的感觉，会不会啊？对不对？一
般来说都会，对啊，一般来说应该都会讲吧，就是讲说我是从台湾来，就是意思是说我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找你，所以拜托你要对我多讲点哦，这样子，就比较耐心听我们讲完。第一句当然是初次见面啊，我都说我是台湾来的 Andy， 定番台湾卡拉迪斯。下次飞过来，握手会买五张握柏林，好啊，握都握，飞一波，飞来找伯乐。我们到时候力道来的，这不是太晚吗？啊，水真好喝。我老二当可能是当兵了，真假的？谢要当兵了，我其实对当兵没有很了解，因为我弟弟年龄刚好是好像是不用当兵年纪吧，我不知道好像是可以不用当兵嘛。然后我不知道，然后就是我朋友的哥哥他们就是今年也要去当兵的样子，然后就是他们就抽那个怎样，就是抽什么海军陆战队还是怎样，然后他哥哥就抽到的时候就摔那个单子，然后就我朋友就 po 影片给我看。我有点不知道，就是抽到那个有什么，是为什么抽到那个要那么生气？反正找福子哥直播面聊柏林还在开哦，对啊，我在两分钟就下线了，再开个两分钟。日本才来台湾的时候，第一句就说你好，我是台湾来的嘛。应该是不用了吧？我是觉得说，就是如果你特别为了那个成员飞到国外去看的话，应该就是通常都会特别讲吧。哇，怎么还在开？西西晚安，我们也要，我们差不多要关了。然后西西赶上了最后两分钟，原来到现在拜拜，西西晚安。还是奇葩中了夜市运气。下不来四月刚好那么神奇，我不知道，这种老师好像就是抽到海军陆战队，然后就摔那个，然后他朋友就一直笑。我免疫，我爸爸好像也是没有当兵，因为好像一只眼睛不好，突然要我撩怕。对啊，我们刚刚在撩人台，几率跟 UR 差不多高，是假的？那也蛮厉害的，所以要让我撩嘛，是吗？嘻嘻嘻嘻嘻嘻，我需要跟你学习一下撩人的技术，来吧，我做好准备了，嗯。会让异物异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所以应该都不一样，跟现在不一样。喂，不要乱造谣，笑死！哦，开过刀就不用当兵，正常嘛，就是身体不好，就是其实有，因为感觉当兵蛮累的，身体应该没有办法坚持下去。先聊好啊，那讲来聊多聊，呵呵。不认识飞行来人吗？别这样，怕爆。哦，李维晚安，李维。对啊，算我们现在差不多要关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因为已经超过原本时间很久了，然后差不多要关了。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，然后我下次的直播是今天是礼拜天，礼拜一，下次直播是礼拜一晚上，然后大家可以再来找我玩哦，我在想多一点。撩人的梗的，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可以冲一波。好，大家晚安，睡觉，都去睡觉，都去睡觉，晚安，拜拜，拜。